生气了吗？尔豪他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姐，意外都已经发生了，咱们就只能想办法，怎样把伤害降到最低，好不好？我都已经丢脸死了，怎么降到最低啊？不丢脸，不丢脸，我刚刚已经帮你确认过了。 你刚刚啊，整理状况都非常好。江一红，武双，对不起，连累你了。没事，我觉得我刚刚好像也说错话了。 你真的要相信我？我什么都没有看到。嗯，我相信你。不过什么？也就先这样吧。嗯。